过来，然后你就跟他在一起。他的腿有我那么长，但是在我的腿没抬起来之前，已经被他踢散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国坤，我现在在医馆上做的话筒里。你对就是拍古装戏的经验和困难，就是在这部戏上。演古装戏对我来说是困难，因为我们不仅是现代的，很难去说一些古代的这些，他们怎么是表达方法，他们说话各方面我都没考究过，然后而且我的普通话也不太好，所以就是说台词来说，而且这个戏还是现场录制的，对我来说也是有点难度。我刚刚也拍了5-6天吧，然后跟戏里面的其他主要演员，我其实每天都是跟他们的，主要都是跟他们的，我感觉他们也挺开心的，挺好玩，可能是一个喜剧的关系，然后就没有太严肃的感觉，所以 OK 啊，就他们也挺轻松的。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。